来，屌你公鬼，今天专门给我打电话了，有什么好事没？我来捉鱼啊，我刚养那么多鱼哦。来去了，次次喊我哥哥没事开啤酒桌的花生，上点你请他们的花妈来。我买好啤酒花生了，你放心过来了嘛。真的咩？唔捞我吗？那得得得，我马上就过去。哎呦，上了大条了！这条留给我公，这条留给我婆哟，这条小的。喵，你还要嘛呀？哎，留两个呢，来吃了，走。哎，这鱼那是去搞四万了。耶，那个今天你有放四条水进去，搞四万了他。哥哥，你跑哪了？哥哥，你跑哪了？哎，没时间没汤你了。没有，我搞死的了。是不是你搞死的？那是我搞了，关我什么事的？我回来就去搬来了。你别问我啊。你来试试嘛。哦，对啊，我拿的好东西来，你看没？你看。哎，看没？哎呦，你看，哎，酸笋和黄豆，你看。嗯，爽啊。我想要大鲤鱼一条。用来煮汤，还用来刷身的。嗯，好。再把刷身的备干一下。手出血了，我找个大凳过来。香的辣椒呢？
把它打在滑道上。再切一点姜片。还剩下几个小的就不杀了，招待我的粉丝们，哪一个来了招待一下他们。好，可以了。汤好了，什么都不放，就是清汤。看这个鱼多爽，这个鱼白。炖有几分钟可以了，起锅。太大了。这个红豆刚刚好，还是你喝一碗汤去。一点腥味都没有。